刚才我们到里面看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情况，这边是没办法了，要转到上一级医院去，转到南昌去。现在我表弟他跟我姨娘要收拾这些东西，把那个这里的被子之类全部要拿回家，还要收拾这些东西带到南昌那边去。晚上下午这个南昌的车就会发过来，到4-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去南昌，到时就是我还有我表弟还有我姨娘。